因为他没法退，对不对？可惜了，没关系，不要难过，请原唱人为你演唱这首《大得斗》。又演。请出题。写板，写板。写写写。哎，这个也蛮久了呢。没错，安静，你不会吧？搁浅了，都搁浅了啦！搁浅，让原唱人来诠释。有杰伦的味道，不错哦，唱的都快嗝屁了，嗝了，快嗝屁。下一道题目，你看唱就十个星球入袋哦，十个星星出题。哦，哇，五个群。要说什么都可以，就像我爱你。哎，等等，那是五六七了，请亮答。吴克群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大得头，大得头，厉害了，大得头，余翰没答对，对不对？可惜了，没关系，不要难过，请原唱人为你演唱这首《大得头》。又演。累的要死，刚刚在下面哦，哇，跟上次一样，现在好活泼。所以你看，一定要的，要适当打鸡血。是。哎，不错不错，哎，这个你很适合这个歌路。可以啦，对啊，这种跳唱的。你刚耳朵有在吗？我刚刚都在跳比较多了，比那个 solo solo 好太多。好，来分数看一下，两分，各位张二十二十，十分十分。开水小姐高娜娜挂蛋啊。高娜娜，加油哦！我会加油的。好，不要挂蛋。我会加油。请出题。天哪，南拳妈妈！哎，最近好像南拳妈妈有两团在大陆商演，然后很多人都买错票。啊，买错票。就是Lara有搭别的男生，也是有南拳妈妈。对，然后蛋头，然后又搭新的，也是南拳妈妈。对。有两团男拳，都叫男拳妈妈。这个就很特别。好，三二一，亮答案。哎，应该是 Johnson 还有范范，木丹江。